放下擦防晒的感觉好妙。我觉得我全身上下防晒防的最彻底的地方是手掌。借你，我不想借你，好烫啊 ！Oh my god， 看一下我身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拍什么了。我们要拍的是比基尼对决。比基尼对决？有人在骂脏话。好的，欢迎今天的来宾，宁宁学姐。哎耶！龙虾。耶！手上拿的是什么？西瓜。那今天要干什么？你们知道了吧？打西瓜比赛。打西瓜比赛。把打破。今天是沙滩排球。哦。好累哦。说真的，排球你们可能会打到手很痛，所以我很体贴你们，就是买比较轻的。对。没想到今天风蛮大。超大。天气超好。该不会又是一个关主失败的一个企划了吧？那如果失败打不起来怎么办？失败打不起来，等一下我就会想办法改变计划。啊！我觉得打不起来。非常聪明。沙滩排球 ，Let's go！ 防晒时间，防晒非常重要。对啊。真的。OK 的。感觉很像去按摩的时候，然后会有人帮你涂精油。小姐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我觉得力道可以再重一点。今天哦，干好爽啊！我的妈的！哎呦，你会黏住哎。我今天真的觉得今天只要能打到一颗球就已经很屌的，放下擦防晒的感觉好妙。哎，我觉得我全身上下防晒防的最彻底的地方是手掌。龙虾说你说今天计划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在这个沙子上面煎蛋，看你会成功。超好的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跑步就是，我看你一动就换鞋了，我真受不了。等一下，龙虾会在左边。好，你看我们这有一个网子，我们就先练习一下。那龙虾请到网子对面。请到对面。好，今天呢，我非常贴心，有为大家准备了捡球员，今日小帮手。好，先练习一下，练习一下。喂！啊！这里。现在要干嘛？我要画界限，以免打太用力。像龙虾刚刚力气很大。一打，它是顺风处，所以它球会飞超级远，飞了。所以我现在，哇，现在好辛苦啊，好荒谬哦。嗯，耶，一分，在实力协议。我的战术就是让龙虾脚很烫，然后措手不及。因为它的拖鞋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它的鱼一直在吐沙。对啊。怎么会有人拖鞋穿鱼啦？好可爱，你看已经算是二代还是三代了？对啊。鱼啦，好烫！你看它脚底也是鱼，所以我踩下去都是鱼。哎，借我看一下你的鱼，借我看一下。哎，借我看一下你的。你是故意？我不是，不用借，我不想借你，好烫啊！我们现在规则如下，就是一人发球三次，然后就计算一个分数嘛，然后再换边，一人发球三次。好的。你有什么话想对你说吗？我觉得我会输，温柔一点。你有什么话对龙虾说？我等着他在这边被烤熟，跟排球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排球没关系啊。准备好了吗？比赛还没好。开始。哦，哎，出界哦。有出界吗？没有出界哦，没有出界。好，一比零。诚实商店啦。一比零。那龙虾一分。你躲避球啊！怎么接到那么开心？能打回去啊！原来如此。二比零，可恶！他还有发球，还有一次发球，然后第三颗哦。哇，有风，有点害怕。三分。赶紧过去了。哎，两个人打都是魔球，一个会比较快，一个是越来越慢。我想要打一颗好好的给他接，都没有办法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他是往这里。哎呀，攻守交换。哇，这个换场地。你还好吗？超烫啊！我只要打回去一颗，我就赢了。好。啊！太难了。到底怎么赢？他打不过去。哎，差一点呢，打得不错吧？我刚刚发得那么好，哎，蛮好的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刚刚那样。哎，这边这个画面很像那个
以前那个皮卡丘打排球，谁发球谁赢。现在是6-3，换妮妮发球三颗，最后大家会不会平手呢？我真的回来了！你等下冰淇淋要请我吃一口。这个是八得分哦。七比三。哎，哎呦喂！打到其实不错嘞。算了，算了，放弃了。7-5，哎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请两位选手在这边集合。好的，我们宣布我们的妮妮选手失败。耶、yeah, ，我成功了，我竟然赢了！哎、欸，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游戏就结束嘞。那辛苦了。对啊，打到一球就直接逆转。对，逆转。哎、欸，打排球应该是要这样子的。对不对？对，其实他有拍，然后就一个人可以拍，两个人的话就一个人可以往上推。可是要接球的人就是必须得这样子。对，你刚好尝试要用那个往下这样子顶。我最后一次，对，很想无法吧，很无法。在 key 那里，对啊。你要看我的脚吗？等一下，人家跟你要照片。真的红哎、欸！等一下，人家说，对不对？我想要跟你买那个龙虾的脚底板。你将你的脚放在这个地方。好。惩罚环节。不要！不要！没有穿拖鞋的啦。啊！上次还有穿袜袜。没事，这只是很声音很大，但是不痛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下来，我打一次。啊！妈妈，那我，你要舒压那个压力球，对，可以压一下，压一下。啊靠背啊！龙虾老师的初体验啊，在学校想打小波龙球了，他拉超远的，叫啊啊！干嘛？我刚打准吧？他脸都红掉了。准，有准。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的沙滩排球对决啦，觉得如何？不错吧？这计划，鬼才。鬼脑袋，就是我们的脚很痛。对，建议大家如果要玩沙滩排球的话，不要穿这种很容易进沙的拖鞋。嗯，好玩，但是很烫，烫爆了。你这是越南吧？泰国，我觉得这种要拿那个会飘的那个东东。哎，那追我，追你。三小，你的声音要录进去。对啊，你要先剪很美的画面。